这是我们的智能热电偶点焊机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电源开关，这是我们的电压显示，这是我们调节电压的旋钮，这是我们的放电开关，好，这是我们输出的正极和负极，好，这边是我们的充电器的插口，好，这边是我们的充电器。我们要用这种简装的热电偶，好，我们打开电源，旋钮调节，把电压调到70伏左右。我们把负极连接线放在中间上面磨好的地方，我们把热电偶拿好，把正极夹住，夹住，放在要用的热电上。我们按放电开关，好，看一下是否牢固。等到这边充电，等到电压稳定下来之后。好，放电开关变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第二个，把第二个电脑的第二端放在跟第一端，我们按放电开关，放电好以后，我把整张热电偶放平，我把加热器出来上。